婚恋交友，老人瞻养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。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五四发表讲话，嘱咐青年人要爱党，但是他又读错了几个字。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，习近平接二连三的读错字引起了诸多网络讨论。先是在“一带一路”峰会开幕式上，习近平把“精湛细腻”错读成“精慎细腻”，随后在官媒发送的新闻稿中，他们把此处改成了“精紧细腻”，以掩饰习近平念错稿的事实。今天为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，习近平特意在4月30日提前致辞，结果把老人赡养错读成老人瞻仰，还有人指出他把迸发读成了并发。根据《明报》的报道，习近平致辞时表情肃穆，面露疲态，读稿时一字一顿，语速甚慢。有网友称他是近日出席了“一带一路”峰会，一日接待数国领袖，迎来送往，体力透支。亦有人指他连续在重大场合读稿出错，怀疑是其文胆秘书故意写些多音字为难他，令他如履薄冰。网民也为此照了锅，有一些人说习近平读错字真的重要吗？有点吧，毕竟他是强国的主席。还有网民讽刺说，习博士又出新词了，汉字改革迫在眉睫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时事报，请在 YouTube 订阅明镜电视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